编写的时候大概要编辑一下他的习惯哈，因为讲过到最后还是要创作，到最后是创作，那你当然要边写边记啊，不然等你创作的时候你根本就想不出来。这些前面笔尖真的不行啊，真的是运气运气，买笔真的是赌运气，笔尖不太尖，有些笔一来就不见了，有些笔是写完以后才不见。好了，这样完了我就不用这支笔了。笔我是认为是消耗品，有人很宝贝自己的笔，基本上是对的啦。但是基本上我不太宝贝自己的笔，我觉得它被我写坏了就坏了。但是不要为了宝贝那支笔都不写。我想到以前学校有个网球场，每天我们都去打球，打得很快乐。很早很早，20年、30年前了，打得好快乐。那用具也不太好，反正就是大家都打得好高兴。那就有人开始提议说："我们就打得这么热，这么兴旺。"我们该用好一点的用具好了，不然现在在打这个网球，这用具好像都不太好，不太高档。那就得花点钱去自己去买一些好一点的，那打起来技术也好吧。那我们就去买了，买了那个球拍以后，后来大家都不打了，就找不到什么时间来打。后来球拍就放在那边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有时候我们常常会想说，我们要把所有东西准备好，就可以把这事情做好。可是当你准备好又发现，怎么突然都不玩了？那之前烂烂的用具，烂烂的用，也是玩得有声有色。反而想准备好的，准备好了以后，竟然突然大家都不玩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就很难讲，所以有时候我都在想，很多人在问我说，我这个年纪可不可以写字啊，写书法啊，我的程度这样子能不能继续练呢？我都好多个我，很多人想在犹豫的时候就赶快拿起来写嘛，那犹豫老半天，犹豫了3年5年还在犹豫我到底要不要念，然后到老死的时候还说，哦，我记得年轻想要写字哦，我想了50年，就问了50年了。但是我从来都没有下手去写过，那你干嘛问？那不是很无聊吗？要不要总是写下去再决定？怎么也难，那边一直问一直问，不然就把老师当算命先啊！我写这个会不会有前途？帮我占卜一下。我哪知道？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，而且才可以知道你呢。写字又不是算命的，所以有时候大家都想太多了。准备好未必可以把事情做好，决定要做的就赶快去做。等你准备好以后，时机一过，那也不会做了。所以，如果你问我什么时候适合写字，我都说现在。有人说他看我写字很轻松。可他写字很痛苦，你觉得写不好，我讲千万不要有这种观念了。早上才去比赛桌球，我看那个厉害的打球都好轻松，我打哪里球在哪里，他就先站在那边等着我。当我打过去，他就一回手，我就一毙命了。会觉得奇怪，为什么他老是知道我球要打哪里？那我们打什么球去，他打什么球，我们都不知道他要打哪里。等他球跑过去，他发现原来他打那里，想追都来不及。那你就知道程度上的差别。写字也一样啊，就看人家打球，人家都打得到，你自己就是打不到。看我写字做得到，你就是做不到。差别在技术跟所花的时间。不用去怀疑自己啦，大家都是从菜鸟变老鸟的。